到酒店了，现在入住前还要自己做一个核酸检测，测试盒，棉签儿和一个液体，这让我自己杵鼻子，我有鼻炎，很难受你。杵鼻子，哦，好，一签儿，两签儿，三签儿，这头还得。哦，一圈儿，两圈儿，三圈儿，四圈儿，哦，太难受了啊！痛苦面具，这玩意儿不能吐嗓子吗？不过他给的长度感觉也是吐鼻子的。哦 ，OK， 等着结果吧，期待一下结果，有点小紧张呢，吐的鼻子好难受啊！哦，我现在看一看啊。已经显现出来了啊，都是一道盖啊，说明我们现在很安全，阴性的，安全 safe safe， 安全可以入住了。